现在要介绍的是华尔兹 Improve Waltz 八个六拍，有三次 take no restart。 我们现在来分解，左脚开始，第一组动作做一个方块步，一百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二组动作，一百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三组动作，前踏侧点，一百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四组动作 ，weave 加 slide， 一百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五组动作转一圈，一百七，一二三，右脚前下沉，四五六，第六组动作。左脚上前踏转九十交叉，一百七，一二三，右边的滑轮三步，四五六，第七组动作 checks， 左脚交叉下沉侧踏，右脚也一样，一百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八组动作 tingle 跟 tingle 转。九十，一百，七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第一次加拍就是第一组，第一面墙跳完有三拍，跳过来之后，你重心一直停在右脚，拿你的左脚侧点，一，二，三，停拍就从头。第二面墙跳完有六拍的加拍。我们跳 balance， 进均衡退均衡。第三面墙跳完，一样有三拍，一样是一个 take one， 侧点一二三，全舞结束，谢谢。